Shalom， 欢迎回到神的家。上个星期一系列的孝亲活动，你有出席吗？有许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同乘上这福音的浪潮，今天下午20:00，一同出席1313信望爱行动，把耶稣的爱带给所有的邻舍们。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:00，在圣殿将举行约你1010查经班，本周将进入第6课，即研读以弗所书3章，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出席。本幼儿园将开始聘请明年幼儿园的老师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8:30至12:30到幼儿园向园长姚明妮姐妹询问。真建博物馆工程将于下个月进行投标，如果弟兄姐妹有建筑承包商有意要投标，请于7月1日之前告知于新恩执事有关他的名字、电话，以方便联络。曼荣教区的原住民施工团队目前在达塞德莫贡的德邦村落建堂，目前整个的筹建过程已完成，并于今年7月10日举行献堂礼。在此需要弟兄姐妹一些设施上的给予奉献，如安装电风扇、拉电线、桌子、椅子及音响等等。有感动或有负担的弟兄姐妹，可把奉献呈交给陈立凤执事或王美珍执事。今年的爱心321运动是全国性，由卫理公会华人联谊会与 PuffLab 检验中心推动。为了配合此活动，将推出验血固本，每张售票106令吉，其中包括了63种检验项目。有兴趣的弟兄姐妹，可向许树莲执事、陈水玉执事、李丽玉执事或办公室购买。下个星期是圣餐主日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前来领受圣餐。今天的家训报告就到这里为止，下半年就让我们一起灵火计焚烧，愿神祝福大家。